论会确定喽，12月30号下午，好像就这么一场哦。嗯、但据说这是正，就是说总统候选人的辩论会。是的。那副总统候选人的辩论会好像还没定哦。哎，刚刚亮亮说是1月1号是副总统。1月1号副总统。就是不知道到底定了没嘛？在敲了，因为那天是元旦。定对，元旦、啊、元旦比较不好啦，元旦很多人要放假，谁看啊？他还是他就想不要人看，不可能吧？不要人看，聂义真你也很有趣。哎，这个辩论会一般来讲的话，大家都知道副总统的辩论啊，很有可能就是赵乐康。啊，会占有这个比较大的一个优势、所以才故意搞在1月1号啊。这一场的辩论会啊，基本上来讲，我们预判了哈，预判就是啊，这个如果以现有的能力来看的话，柯文哲会比较占有优势。坦白讲，30号是礼拜六，对呀、啊，元旦是礼拜一，可是过去就是连假，对，三天是连假，对，但是因为过去就是礼拜六了，那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以三个人以现有的能力来看啊。柯文哲是比较占有优势地位了，对。然后赖清德的讲话真的是乏善可陈，孤噪无聊，哦，所以我个人认为赖清德因为他的学问涵养真的太弱了一点，所以他只会对于一些议题不断的重复，像鹦鹉一样不断的重复了哈。所以我觉得理论上讲，这个你大概都可以知道他要讲什么。然后这个侯友宜大家都知道他的口才不辩捷，嗯，啊，他不是口才辩捷啊，可是问题就在常常就是最不看好的人，有的时候都会表现得特别好，但是会不会影响到整个大选的结果？不会，哦，只是说会不会有一点影响？会有一点啊，例如说，哎，刮目相看说，哎呦，侯友宜这次表现得非常好，哎，哦，有可能大家会觉得说，哎呦，亮点哦。这个怎么会这么强啊？这个是有可能发生的事情。但是如果以正常的推断来讲的话，因为大家都知道，柯文哲的反应速度跟啊这个梗的能力啊，做梗的能力，尤其新闻媒体要下标的这个能力，柯文哲是比较占有优势地位的。对啊，所以他们三位的辩论啊，会不会引起台湾的高的收视率？坦白说，我。不正面评价，但是我觉得赖老师刚刚讲到了一个重点，媒体版面，因为很多人可能不见得看这一场辩论会，但是他可能手机会收到推播下标，谁比较占优势，谁讲了什么，这个都是风向，这都是影响力啊，就一直连续出梗了。对啊，对。那接下来呢？首先第一个梗，哎，都还没开始，侯友宜就被攻击了。但是刚刚亮哥也说了，侯友宜怎么那么老实？太老实。辩论会使用手板。到底行不行？因为上一次，韩国瑜没有讨论。嗯，对，为什么不行？如果没有讨论，就是没有规范了。嗯，就拿出来。所以你那么老实干嘛？对啊，因为他一定是提出来说，我可不可以用手板？对。哎，你干嘛提？嗯、对，嗯。啊，那如果不提，拿出来又被说涉嫌违规？没有啊，因为没有定规则，就不规则没有没有记录、啊。哦，所以你的意思是说，反正现在也没有说不行啊。那样也可以把他电脑板翻过来给大家看啊。哎，那你这，那会不会最后拿出一个 LED 手板？当然是啊，一样啊。我觉得他一定是有一些东西要用手板才能表现、啊。对。哦，因为这大概要整理一些事实吧。那不用手板，干脆用 iPad。不是。他一定是用比较大的，比如图片效果这样。嗯。这个坦白讲，辩论啊，除非你们本来就距离很近、啊。对。比如说，这个全世界公认。尼克森跟甘乃迪那个辩论有影响啊、那个是对。你知道最后他们输赢是多少吗？1%，哇，好这么近啊！甘乃迪是1%险胜尼克森。没有，本来一般没有人看好甘乃迪。对，原本是这样的。那尼克森就是电视辩论，那因为甘乃迪实在是比他帅太多了，然后又风度翩翩，而且你知道他是。波士顿有名的家族嘛，所以很多人就被他的台风所吸引。可是你本来要一定要距离非常非常近，辩论影响是很有限的啦。而且也听得到他辩论的规则啊，比如说有没有互相诘问，搞不好没有。那如果没有的话，就只有那个就是那个指定发问嘛。那指定发问再加上一个追问，那个事实上。我觉得三个人都不会表现得太差了，因为一定指定发问跟追问，一定都是问对你最不利的问题，所以你一定会准备嘛。
对，嗯嗯，啊，因为没有互相诘问，嗯，所以就不会有太意外的事，哦，对，你懂我意思？哦，比如说我就突然拿出一个料，嗯，之前通通都没有人报的，对，我就趁那个场合来电你这样。哦，但是因为这个已经蛮后面了，嗯，很多要报的应该差不多了吧？对啦，因为只剩下两个礼拜，对啊，不，如果是那个惊天动地的丑闻，那这个一般的那个指定发问的人不会问那样的问题，嗯嗯，对不对，嗯，对，一定是大家认为你比较弱的部分，嗯，啊，可是如果是互相诘问就会有怪招啦，对，那听起来好像没有互相诘问，嗯，好，所以呢我们就12月30号或者是12月31号等媒体头版头条，好不好？这跟辩论会一样，很有意思哦，看你怎么回应。结果卡麦隆这样回，他说：“寻求台湾统一向来是中国的目标，但是英美共同的立场是不能涉及武力暴力或者胁迫的情况下发生，所以是可以和统，不要战争就可以了吗？你把台湾放在哪里？”谢大使，他事实上这个就是，其实美国也是这个政策，那个英国、欧盟整个是这个政策。就双方要以哈非胁迫的方式啊来解决彼此之间的这个纷争啦，嗯，这个就是这个其实这个立场美国方面跟欧盟方面已经提出来我看有30年了，所以卡麦隆讲这个是既定的政策了，那所以他这个是政治正确而且政策正确的，对，不过我觉得这个布林肯特别去找卡麦隆啊，因为美国一向把这个跟英国关系啊视为一个特殊关系，他们是属于 Anglo-Saxon 的，那英国过去这个二次大战以后，它沦为这个哈日不落国，这个哈威望下降以后啊，这个权力下降以后啊，它事实上它的外交政策是跟着美国走，然后美国到哪打仗打哪，欧这个英国一定去的。那可是现在问题是什么呢？现在问题是英国本身脱欧以后的经济状况非常严重。哎，他已经好几个地方政府都已经宣布财政破产了。对啊，那另外一方面呢，就变成就欧洲过欧盟过去啊，这个英国作为欧盟的一员的时候啊，运用他的英语跟他的开放自由开放哈，啊，那么成为很多国家啊投资或者去欧盟市场制造的一个最重要一个点。但是现在英国怎么感觉好像美国小弟？他事实上基本上他的政策就是跟着美国走。可是现在问题就是说，英国本身脱欧以后经济问题太严重，而且没解，事实上他们就要找有钱人。这个你没钱的时候，你去找没钱人，就是哈，两个见面就什么内忘爸爸。他现在有钱，美国也欠了34兆，美国爸爸也没钱啊，美国欠了34兆。对啊，美国还没事，耶伦没事打电话给英国的财长，叫他们买一点美债的。对对，所以在国际市场这个债券市场上常常捧。美国的债券是英国啊，那可是问题就变成英国现在卡麦隆出来，因为英国的政坛里面的这个好政治人物卡麦隆是以亲中不仇中有名的哦，亲中不仇中，不仇中，而且呢，他在下来以后还跟中国大陆在一带一路上成立了一个基金，对，他是里面的要角，好像是10亿欧元的一个基金。而且他一向跟中国大陆的上层的关系也非常好，所以八面玲珑的是他。对，他的色彩是亲中的，而且呢，被外界解读出来，就是他被英国的政府推出来做外长，基本上可能就要在财政上哈，在他的经济发展上哈，希望中国大陆哈能够给予英国目前哈垂危的经济哈一个怎么样？一个打下一个强心针，懂了啦。所以现在英国也是像刚刚大使讲的啦，在找钱了啦。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真的很有用啊，所以要分享给大家，那就是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吃了2-3天，真的有明显的感觉，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喽。那你知道这个睡得好呢，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因为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菌。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菌所组合而成的，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而且呢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非常的强大。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而您知道吗？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克菲尔益生菌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的器官，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这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是很有感，也因为这不是药，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选择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做好日常的保养，身体轻轻松松，没有负担。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为健康下单，也记得输入推荐码，有额外的折扣哦。